的配乐弹你从不我打的又不是拼车，你怎么还拉别人啊？算了，不过你得先送我去豪平集团，麻烦你坐过去点。听说新总裁特别帅，快看我的妆。哎，来来来。怎么是他？他不是你们组新的实习生吗？是啊，太傻。让我们欢迎陈总。我打的又不是拼车，你怎么还拉别人啊？麻烦你坐过去点。知道我是谁？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。那就好。等等，是你了。谢谢啊。我是子晨，今天我的小海秘书有些奇怪。陈总，没什么事我就先下班了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？妆容精致，穿着得体，最重要的是……陈总，我今天好看吗？有问题，站住！怎么了，陈总？你今晚有事儿？我要去相亲。相亲？对啊，难道公司不让相亲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就这样去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这样穿挺好看的吗？好看，但是不代表合适。你今天这个妆容太淡，出现在相亲场合的话，会让人觉得你不够尊重。是吗？那应该怎么办？完美。闺蜜相亲，那你打扮的这么漂亮干什么？给闺蜜撑场吧。来不及了，陈总，我先走了。自求多福吧。回头率这么高，看来陈总画的真不错。我是实习秘书小海，今天不好意思，活该，赶紧收拾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想上一会儿再好。万一没上风就不好了，我来帮你处理一下吧。谢谢。以前没有见过你，真是高兴了。对，我是陈总新来的助理。小海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我走进来的呀。小海，你知不知道我办公室有很多公司机密，怎么可以让人随便进来？对不起，陈总，谁愿意看你那个破机密？陈总，都是我不好，您别怪他。他刚才为了帮我，手都受伤了，所以才手。哪儿？我看看。哎呀，你别毛胡耗子。No。你要再这个态度，明天你别来了。别生气，陈总，她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也不容易，你别辞退她呀。辞退她？她不辞退我就不错。哎呀，我哪有那么大能力啊，哥？哥，是我表妹学弟，这是我。我知道，她是我未来的。未来的什么？